暴风城，圣光的堡垒，如今却落入虚无的魔掌，捆住着恩若斯的部队。艾兰里亚屈从于心中的低语，强迫所有人向上古之神臣服，或是死。 准备行动！
我们要去为恩若斯的部队囤积武器，我们得去销毁那些武器，先在附近设置炸药。我去弄引爆器，注意安全。 Yeah.
这样了，引爆炸弹，然后离开这里。你们喜欢炸弹是吧？那就来点爆破场面吧。小心！你们铸下大错了，这次你躲不了了。母亲，不要败给那些低语。我已经漠视他们太久了，低语说的才是真理。阿拉特，你也要仔细倾听，我一定会让你听见。不，我绝对不会。啊！圣光救不了他们，也救不了你。幻象探险完成，启动撤退程序。显然腐化的暴风城是恩若斯的得意之作。深入城里看到的一切，让我越来越急于彻底终结它的存在。